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是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是迦牟尼佛。各位神男子，各位神女人，大家吉祥平安。咱讲到着夏弥佛，一听到阿夏菩萨。 讲到平常听佛个讲解个真理伊转述给夏里佛听了后，里佛心中呢相应，满腹个欢喜，也希望咱啊诸位啊，听着这转述个经句啊。 大家同样会当相应甲感觉，大家也会当同受即种欢喜善乐，大家同样会当体证一切真理。咱甲讲倒转来夏离分呢，伊本来就是一个修行者。 伊诶智慧也非常非常诶悬，当听到即个语了，呢，伊家己就会思考咯。家己过去所行事、所修行，诶，伊一切呢，吼因甲无因，虽然拢是无作为啊，但迄时呢，由于自在天诶。 艺术所形成的，就是讲咱现现今啊，所有个作为形成的因缘啊，大体上拢受着欲念产生的。因为咱知影讲，即三界分为无色界、有色界甲欲界。 若咱呢是一个欲界之下的人，的往往呢，咱所形成的一切，不管任何的时尚，咱内心拢会产生了种种的欲念，由欲而产生的贪嗔痴念，就拢免不了。 让大家哦、啊，还未解脱的时阵，拢跳脱袂出來。所以讲，即个名利财色，在咱现今内底啊，哦，即种人道，只要你无深入、真真正正、尽力去甲修行、去甲修持，永远、永远。 就拢跳脱袂出嚟，永远要阁在即个六道内底轮转，以及轮回里，无多真正跳脱着即种约束啊！即就是舍利弗。以现今的感受，也是得讲咱尽现在人实际情形啊！哦，啊伊呢？ 舍利弗，正听着阿舍菩萨，按伊口中听着遮诶思想、经济、整理了后，伊知影一切因缘法，三昧是因，三昧是缘，三昧是果，哦，则知影讲一切作为啊，哦，拢毋是人作的。 也毋是天作嘅吼，一切绝对拢是有因有所产生著亲像讲一个景致，咱进前，比如讲啊，即张树啊变大，绝对有伊因缘爱执着啊。伊因缘若无执着，即张树啊变那大咧，伊若无雨水，若无落水，若无日光。 无可能讲吼，即桩树啊，囥伫土内底，伊会起来。吼、哦，你甲囥伫个冰寒，比如像咱用进攻，要囥伫南极，迄温度遮尔啊低，这种子则浮会起来，无可能啊，永远着沉滞啊。所以讲，咱要了解科学。 了解种种诶因缘，是毋是爱用咱自身去甲体悟、去甲了解？哦，咱所有一切作为，虽然拢执着过去说因缘果，但咱一旦了解真理修行诶方式，咱就知影安怎断灭啊。就亲像讲进前讲诶，人生是为为着啥？ 为着断灭自己，免受即个六的约束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咱生为着断灭，咱自己无要受约束，咱着爱认真安怎修行、修起啊，才断灭恶气到最后诶究竟涅槃，则真真正正得着永恒 才有法度真真正正超脱着三界约束，因为咱大宇宙啊，太广阔，无边无际，一三千大千世界包含着种种诶小千世界，即著是咱诶厝地。啊，你若超脱未出即、這个。 咱三宝世界即、这个小世界的约束，若有可能得到应现的，哦、是毋是安尼？咱按过去即个身形，古来拢看会到啦。若要超脱啦哦，永远伫遮轮转，哦，这是固定嘞、哦，这是绝对不变的真理了。那夏离婚呢，听了后。 知影即种轮转不息嘅因缘真理，可是着伊。无我的智慧，因为咱普通拢是五识嘛，绝对吃着，绝对。因为咱啊，跳脱未出即种自我五识，即是正常。即人吼、哦，诶欲念啊，真歹断除啊。除了你真真正正。 了，摕第一要义，吼、哦，即个不正道，即个苦集灭道，即个宿性地。啊，无你安啊跳脱来出，绝对跳脱袂出，吼、哦，那用嘴讲诶，拢诚紧啊。但是真，真如实际，咱若要安尼做，要断度，要断灭，真正步步艰难。 毋是咱想诶遐简单，所以讲呢，夏里佛当听着阿夏波舍吉讲了后，以断除这种种诶烦恼，哦，这正法就是安尼诶好，哦，把咱进步法真正天差地别啊，哦，无法种种诶声色啊、名利啊。 吼、喔，咱安尼一直沉沦，咱真正吼、喔、要觉醒啊，真无容易，吼、喔、真无容易。所以佛道啊，伊得自身安尼感觉啊，舍利佛，敢若伊诶弟子，得接思心啊，个，遮庄严啊，个，安尼甲想看伊诶老师有偌伟大著好，啊、喔。那。 夏礼佛家己多年来啊，安尼苦修，哦、喔，安尼坚持啊，结果哦，因婆罗门内底吼拜会教内底种种的仪式，伊嘛是修了啊，伊嘛有百种的弟子的呢，哦、喔，伊嘛上水众的呢，但是这侪年来分啊涨。 对谢立福伊来讲，食是上天福报啊！无实际利益啊，伊今仔知影讲，若无跳脱着即个三界六道诶约束，永远嘛是拢个对路，是时间诶问题。所以伊感觉伊真正诶修行啊，真多年啊，也真浪费时间。 那今仔日呢，伊才知影讲，伫阿舍博士诶口中听到遮真理诶光明啊！所法说法嚟讲，互伊感受，互伊得亲像讲心肝头啊，得一块冰，突然间呢，有这个日光界照射，互伊一块冰融去咯。 心肝内底甲会当讲一个一个拢透开，著亲像一块冰拢融啊！哦，伊得大光明，会当深深体会、了解这因缘之缘。啊，咱呢？哦，咱抑搁伫遮咧沉沦呢？哦。 真好啦，咱尽逐家要看经册，真容易啦。毋知影嘅，阁有师傅通好问，阁真方便，敲一个电话问一个，都拢真方便啦，对无啊，过去无呢，你啊看伊阴面嘛是自合，所以讲世事无常啊，是毋是安尼？伊幸云，你甲看,看，拄着阿夏博士。 啊，听到阿夏博士讲出来后，伊完全了解。你甲看，伊诶智慧是毋是真舒心？啊，咱呢，吼，听这些法师讲解啦、真理啦，吼、哦，啊一寡论述啦，话人嘛是啊听累啊，毋知究竟是多一回事，是毋是安尼？ 所以学佛容易啦，学习佛学正简单啦、啊，也正方便啦、啊。但是真真正正会当深入的，真正是少数哦。啊，咱真真正正会当淡薄，即个名利念，在心，好、哦、更加少数。 因为修行啊，本来就是安尼，哦，要消业障，当然一定障碍重重啊。哦，毋再讲北正德吉安爱正情志，吉咱卖讲拄着困难，咱就倒退，因为修行就是咧突破咱诶障碍嘛，就亲像一个壁障共款，哦，你要行出到光明大道。 即条、哦、路径你一定要突破，种种诶壁障。啊，你的境界唔在一层一层去离啊，就亲像讲，咱按四天龙天突破，哦，突破到欲界，进入有色界，即嘛是中间有壁障诶，无遐简单诶。啊，有色界要突破到无色界。 即嘛是个一个比重，那安呢，无世界要超脱掉这个三无世界，要受即个比重更较高。哦，因为你福报已经足大，你愿意突破去放弃这些福报，是不是非具有大智慧不可啊？甚至爱具有大德行。 业大精进心的，则、啊、突破；，干无免爱突破。啊，咱一旦无突破，咱就是倒退。这拢真简单的道理，平常咱嘛拢听会着。世间事兴起本来着安尼，不进即退，哦，即是拢不变的道理。 那一旦咱呢，吼，坚定心无够，咱无法度突破即个壁障，咱就真歹超脱。无亲像讲西方进入世界，遮尔啊舒适，吼，伊诶九品年代，吼，互你一站一站，一直去，的胜利呢，吼，啊，未突破。 停留伫遐也未陀倒退，未倒退啦。哦，因为那是阿弥陀佛诶，原力，遐诶众生修行未倒退，未退转，哦，伊啊，个不退啊，位不退啊，行不退嘛，哦，这著是遐诶属性，啊，咱遮唔是，咱遮浑浊声色震动啊，欲念震动啊。 遐咱家也个自天魔王得甲咱反醒个，所以咱遮的修行正辛苦，就是安尼吼。咱继续甲讲落，舍利弗，如今完全将伊诶心内诶疑识，心内障碍抛开咯。吼、哦。 那夏礼芬的无想到啊，哦，这个世上啊，竟然有这呢啊殊胜的德相，智慧这呢啊高啊！哦，你甲看伊，听着得一地主，一到法度安尼从中体会出来，那伊过去现前，伊若想会到？想会到世上。 竟然有接大地位诶国家，因为以早已知影到即个主宰天灵哦，尚在欲界之中啊。啊，若知影讲，因真诶吼，伫即个社会上，竟然我多拄着即个大国家呢。所以伊啦都含即个阿夏博士，都来约定啊，有既然呐。 伊一定要去拜见佛陀，那啊，因此呢，这个夏里佛得来告别了阿夏波舍，哦、啊，阿得、啊、按对去呢，伊得转去啊咯，哦，得去要找上含依，哦、啊，真认真、讲修的好朋友，得上。 见人，哦，著、就是以后咱诶神通第一诶大尊驾之一啦，哦，那不见人呢？吼、哦，看到舍利弗安尼真欢喜，迄种欢喜心来找伊，伊究竟到底拄着虾米情形咧？伊心肝有一点仔利息咧，啊，看到舍利弗。 即种情形忍不住啊，当然木建人吼，因、哦、两个真好吼、哦，本来就是拢同参吼，伊、哦、有伊个信仰，也无毋对，啊伊嘛有伊个信仰，但是因婆罗门中因嘛真有声望。那木建人受一点啊惊伊啦，吼、哦，就来问舍利佛讲：“你今仔日会恰得意呢？ 难道是得到什物款的法宝吗？吼、哦，著、就是安尼，咱人啊，吼，若得到吼一种思想的发乐啊，吼、哦，当然著会表现出来嘛，吼、哦，表现伫即个外境内底啊，吼、哦，那呢，夏里福听到木建人安尼甲伊问，吼、哦，伊著讲，伊著甲木建人讲，木建人啊，我。 已经知影有一个伟大地界，好，足以呢，会当做咱诶老师啊，会当做咱诶老师。好、哦，一拄到已经那日，好、哦、已经有听到、听闻伊嘅弟啊阿舍博这样书写，已经给予这真理。好、哦、那相信哦，这个福德。 一定会当做咱的老师啦！哦，即、這个夏里福安尼个莫建林讲，那莫建林呢？著哦一声咯，夏里福啊，你卖呢？吼、哦，妄自菲薄，自己啊吼，我著毋相信吼，即、哦這个世间有即种人，因为意思著是讲，夏里福你啊。 智慧尔啊好啊！啊呢，哦，你修行嘛遮尔啊有成就啊！哦，啊我呢嘛已经拢和你安尼同参这段时间，哦，啊咱伫即个《般罗门经》，咱安尼苦行修持坚持，哦，咱嘛拢有自作神通啊，咱嘛、啊、了解天道啊，哦，伊伊这安怎修行啊？ 哦，啊，你毋免甲家己看甲赫低啦，要做咱诶老师诶人，哪有遐容易呢？哦，哪有像尔啊？哦，随便就拄会着诶咧？哦，那无见人哈、哦？哦，当然都毋相信。啊，谢尔福就甲讲啊，无见人啊，确实啊，有即款诶人，有遮尔啊。有。有 智慧有修行、有德行的人绝对有吼。那这个人伊就是啥？福德是千真万确的，伊会当做咱的老师，伊会当来教导咱。你毋好毋相信，这就是下礼佛。 将伊诶心声来讲互木见仁知，吼，那木见仁当然抑阁小可怀疑嘛，抑阁无相信诶。那夏立弗得安怎将着伊拄着阿夏博士诶情形，拢来讲互木见仁知，甲伊呢含。 下谈即个阿夏博士对谈诶话，讲互不更人听，讲诸法因缘生啊，诸法因缘灭，即系殊胜真理诶，记忆，甲着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记啊，哦啊，即灭为乐，即系殊胜真理。 就来讲，互木建人听，哦，一一拢含阿舍博士对谈，拢讲互木建人听。讲一遍了后，那木建人当然啦，就有所感受咯。因为伊相信伊诶好友绝对有那未欺骗。那既然， 谢力夫会运动，当然伊有哪得会运动啊？哦，所以呢，结工了后，谢力夫甲莫建联都带著因各组一百名弟子往对去，往德拿静下去了，要去从啥？当然是要来拜见佛陀啊！ 这就是两代地主，因、哦、两个人听到阿舍博士甲专属的，因已经完全信服与服到了。哦，那今天日因们到这，祝大家体证真理，祝大家认真行事，佛学所学真理。 阿弥陀佛，邀请您共同参与同法立身的善缘，让佛法落实人间，更贴近人间生活。护持账号三一六五零八三五，35, 户名黄玉莹，联络电话零九七九零四一五一零。